一批根本比例爆破团队真正最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大平哥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帮各位粉丝抽奖，这是昨天晚上中奖的粉丝，哟，他的号里面大家可以看到，无影一套，杀鹰九罗，马来剑雷神啊，我去，这个人民币枪还是挺多，这是一位这个氪金玩家，看看他这个贵族级别啊，贵族级别没有显示，咱就不看了，直接开抽啊。他中的奖励是这个600块钱的这个五圣抽奖，因为这个充值过程太麻烦了，大家600块钱得买20次，所以说我直接已经给他充好了。看到没？现在还有120个宝箱钥匙，现在是已经充好了，我们直接开就行了。看看600块钱能抽到什么？上来就中啊！幽暗骑士，天哪！啊，闪光弹，吓我一跳！我有王者之心的，你个老屌，要是出王者之心，我给你生气啊！最好别出，你最好别出，听到？啊，弑魔者，程咬金的大斧子。我去，这个号才抽了几个屠龙，天哪，太牛了，这号这几次就抽到了五圣，哎呀我去，你个老娘，你脏死了，这五圣就出来了，就太没挑战性了吧，你个老娘脏死了，快点走，哦，天哪，三杀八里的激光，幽暗的提升法，火系人手雷，完蛋了，天美亏的裤衩子都湿了，看好了兄弟们，背后一发啊，我给你们表演个真正的实力，真正的喝水抽奖，就留一发，直接绝杀！啊！烧烤弹、闪光弹加烟雾弹，我去！这次我们给他抽了个全套，兄弟们，他那里面什么武器都有，什么闪光弹、烟雾弹，什么东西的全都有。看啊，查一下他的永久数量，两个永久，三个永久，四个、五个，看到没有？手雷全套，五个永久了啊！还有六个永久，七个、八个，我去你个老屌，八个永久，九个永久，十个、十一个，我天哪，兄弟们，十一个永久，这个就是到幽暗骑士这里，剩下的前面都是他自己抽的了。我去他个老屌，兄弟，啊，几个永久？啊，我又给忘了，我去你个老屌，我去你个老屌，我又给忘了，直接开始跳过吧，来看看仓库吧，我也忘了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、十二，十二个永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五圣套装，大家知道吧？五圣套装它是一个这个两个，一抽就是两个，是这个一套，你看兄弟们，全套，妈呀，妈呀，这家伙我去，真的是全套，你看我们出了好几套，我们给他出了好几套装备，真的是太牛了，来吧，八爷说他说辣椒哥，你抽到的钻石能帮我抽这个飞机吗 ？OK 啊。这个他选的是第四跑道，王者这个他这个已经18圈了，是吧？差两圈就进了，咱们来直接给他买吧，好不好？差两圈买20个应该就够了，就来吧，我们顺便把这个钻石给他花在这个上面，好吧兄弟们，应该是很简单的，就看他金钥匙够不够了，我估计他金钥匙肯定是不够的，好吧，金钥匙肯定是不够，24个可以开24个箱子，一会儿咱替他试试，哈哈哈哈，咱替他试试兄弟们啊，好吧，我给他们试一下，咱给他试一下王者之影的箱子，王者之影的箱子，我给你开，还是你自己开？咱问一下兄弟，这个毕竟这个金钥匙不是咱充上去的，咱问一下，要是咱暂时不用说，咱爱怎么花怎么花，但是金钥匙这毕竟是人家的问题，咱问他一下，看他怎么说啊？好吧，兄弟们，看他怎么说啊？你开吧，嗷了，他让我开，那就交给我了，那就不用说了，太简单了，已经进来了。哦，第二圈，第二十圈就到头，你个老屌，脏死了，来吧，咱也别说了，让我喝口汤，哈哈哈哈，你个老屌，你脏死了，让我喝口汤，这次不是喝水抽奖，喝汤抽奖，别跑，啊，你个老屌，脏死了，你个老屌，脏死了，你个老屌，脏死了，耶耶耶，干又飞。那怎么了？弹成弹，哎呀飞！来，再来两发30多宝，剩下钻石就不要了，送给他了。快点，别再出好东西了啊！先装好，咱不能闪光，天美啊！这两发就是用来消耗钻石的，不允许你闪光。你要是敢闪光，你小子等着就行了啊！不允许闪光，快点吧，赶紧出货！我去你个老屌！我不让你出，你真不出，你个屌毛，烦死了！你个老屌，烦死了！看能不能开个背包，背包开不了。那个老屌是真的，这次我2000也不够，看了吧，直接
还想怎么的？来，给我出货，我们直接跳过去，直接跳过，看最后结果就行。我们直接看最后结果。看开了几个碎片啊？看一下开了几个碎片碎片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零件68个，我去他个老屌，兄弟们，这么还是不错啊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直接出永久了呢。我以为直接出永久了呢，你个老屌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这期抽奖咱们就到这里吧。恭喜这位粉丝获得了一大堆的抽奖啊，包括这个武圣套装。好了，咱们下回再见，拜。